发挥两个大。在175公路的两边啊，当然主要是靠另外一边的啊，有许多栽种咖啡的地方，那也有许多咖啡的店家，可以建构出175公路非常美好的一幅画面。那尤其台南的东山咖啡，经过不仅经过市场的考验，还经过专业的美国咖啡协会的考验，获得啊好几家，非常多家的获得评分85分以上的高分，表示我们台南的东山咖啡不是说我们自己说好喝，不是我们自己说很棒。这是国际都认证，所以说可以去打世界杯，不仅打全国杯。同样的，日本的啊这个画家大可以说是啊大师啊奈良美智啊也是特别喜欢我们东山咖啡。我相信奈良美智在世界各国旅行很久，可是呢，当他来到台湾的时候，他很喜欢台南。在我们台南美术馆举办展览，啊，他有很多画作。可是我们做地主事宜的东道主，都一定要送他很多台南的名产啊，他都很喜欢。但是有一样让他爱不释手，甚至是回到日本之后，我们要寄给他，就是东山咖啡。因此，奈良美智透过奈良美智那很厉害的嘴，可以认证我们东山咖啡的厉害。因此呢，欢迎大家。来品尝最棒最好的我们台南东山咖啡，也欢迎大家来到安平，也欢迎大家来到许多台南的景点走走逛逛看看，然后这个悠闲的度过一个假日或者一个周末。再次要祝福我们175咖啡公路推广会成立圆满，各位好朋友，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台南东山